世界上第一款 USB-C iPhone 拍卖，出价已高达 8.5 万美元。本周早些时候，机器人专业学生看 DQNO 分享了一段视频，解释了他是如何用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 USB-C 接口取代通常的 Lightning 接口来改造 iPhone X。USB-C 端口既可以为 iPhone 充电，也可以传输数据。近日 ,PIONE 还在 eBay 上拍卖了这款设备，出价已经高达 8.5 万美元。该清单将这款设备描述为世界上第一款 USB-C iPhone, 是对任何苹果粉丝来说都是真正的收藏。拍卖截止日期为11月11日，预计12月下旬交付。PIONE 说，任何在 iPhone X 上出价的人都同意，他们不会恢复、更新或擦除设备，不会打开设备，也不会将其用作日常设备。他还警告说，改装后的 iPhone X 只是一款原型，中标者将获得 iPhone X 有 64G 的存储空间，不含任何配件。 PIONE 还提出，如果中标者对该设备有任何问题，可以与他们进行30分钟的电话交谈。